于是我就带着四季山庄上上下下的兄弟，没想到全是自己披衣担心，岂能轻易脱衣，一个个都死在我面前。最后连九霄也死了，我生无可恋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，我又逃了。就留下这几颗钉子，想保护的，想成就的事业，就如同这手中沙。看来太难了，给了我一丝转机，传承我一句，能不能看着这孩子长大成人，这世间的事他有一定的道理，无论结局如何，我想告诉你，你能陪我回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是的，虽有师徒之名，但并无师徒之分，温家夫妇的孩子重回四季山庄。